大家好，我是小娜。一提起来我们山西呢，肯定是不缺煤烧的。今天我带大家去我们山西的煤城，我们山西的煤到底是什么价格吧，大家跟我走。这一冬天能卖多少煤啊？卖不了多少，可不卖个一杯多呀。一杯的卖吗？一杯的才3车。一杯的才3车。那意思就是卖个10车、20车走不？卖个30车、50车都没问题吧？那厉害着了。卖煤利润咋样？不好干，你要投资这些矿，人家是一年本钱都没挣回来，今年还得干一年。你投资这场地和这矿能花多少钱？这个不会说了吧？反正是今年再干一年才能把本钱弄回来。哦，你说先投资2年才能回本，第3年才开始挣钱嘞。哦。这边是钢坛是吗？钢坛。钢坛多少钱一吨？现在？钢坛1100多。哦，还有好几样嘞吗？我听说。对，你说这离老秋老百姓就开始拉煤了。啊、哦，就开始了。你说冬天会不会便宜了？到冬。这不一定，不一定吧？加上随市场行情走嘞。那在这里头最好的是啥煤啊？最好的就是沈木的嘛。沈木的多少钱一吨？沈木的670。是吗？我记得人家说的最便宜的时候还是400多嘞，那是内蒙煤。内蒙煤啊，内蒙煤，一直煤厂就没有咱陕西的煤，这就在陕西了。钢坛是陕西的，啊、上全是外省的。啊，对对。就咱这本地煤为啥不烧本地的呀？你这个煤不深，咱这锅炉少。对。咱这陕西煤这焦油量大，一烧一个炸，一烧一个炸。就是意思是含硫量高。不是，焦油。焦油大。它连炸了，一烧一个大炸，不深咱这锅炉少。哦，对对对对对。所以咱陕西其实都烧的是外地的煤。煤为主。嗯，你这哪样？煤卖的最快啊，最受欢迎了，老百姓就这个烟煤啊，对对，烟叫啥煤啊？烟煤便宜，老百姓烟能负担起，六百几，这是那603的，603，嗯，最便宜的煤了多少钱？原来400多，四百多就是那蒙煤，哎，就不耐烧，好柴火呀，啊对，也叫柴煤。别看我们山西是产煤大省，其实烧的都是外地煤。你们那边的煤现在什么价格呢？和我们山西这边比，这里是农村的家人，下期我们再见。